哦，谢谢杨雄，谢谢杨雄的水晶鞋，好漂亮哦，那个水晶鞋的样子。虽然它很漂亮，不过它其实还蛮便宜的。嗨嗨，hello，蚊子超多，这蚊子一直以来都很多，好像都没什么减少。嗨，晚安，大家晚安。按错了。Hello，拼的什么？拼什么？碎片？什么是碎片？为什么会有拼碎片这东西？看起来很像很奇怪的拼图，它是拼图吗？红包又是太阳红包，我现在都不知道那个太阳红包是哪里可以拿来干嘛，因为它好像也不太能拿来干嘛。无线电视的广告，哦，对啊，已经开始了，因为日本今天，诶，昨天还今，昨天好像就已经开始做了，16号，不对，16前天，马上前天还是今天啊，忘记了。反正就是最近已经开始播了，已经上映了。嗨，晚安。嗨喽，昨天跟灵异粉丝在家门口聊天，快笑死！灵异粉丝，所以是祝云林的粉丝喽，祝云林的粉丝。有人回来了，然后就是隔壁的，哦，没有，是我们这里的，好好笑。有人啊，有人回来了耶！是法法的咖喱。爸爸的咖喱很好吃，我刚刚也偷吃了一口。什么开粉丝团？什么粉丝团？去应该快要差不多要关了，先他应该10点就关了，10点吧？你要干嘛？我说要买，你要买随身碟哦。大家都有 USB。USB，嗨，我们可以加粉丝团。我干嘛要加粉丝团？我的 我是要加谁粉丝团？好好笑哦！那对我来说一点用也没有。需要粉丝团，我不需要加别人的粉丝团。灯会爆，就会送碎片。
哦，原来是说这个碎片，我以为你说拼图的碎片呢，吓死我！我说哈，拼图碎片，高腾飞很多，应该下雨啊。今天也有场次的说在那个叫什么馆来着，我突然忘记他的名字。科不对，叫什么馆？就是高雄人应该知道。因为高雄的场次就放在那两个地方比较多而已，好像是这次好像是 WS 吧，好像台中也有哎，台中好像也有场次，这样刚好卡在一起那两场。嗨，晚安，嘉义人哦，是哦，原来是这样。难怪那么近，对啊，超厉害的，超可怕，不愧是鬼灭，他的人气真的有够高。Hello，晚安，他们大概在吃咖喱，他们在吃咖喱，我在吃青菜。你很多买菜就赶快把它吃一吃，不然放太久会坏掉。哦，对，有地震。可是它显示台北没有感觉，可是其实武汉一家有感觉，因为那时候是11点左右嘛，是武汉一家有感觉，就是明明就很明显就很大啊，然后很多嗯，对啊，明明就很大，可是那个地震完全没有显示，就是台北有感觉，你知道吗？可是。明明就有感觉，对不对？超晃的欸，然后可是地震的那个没有显示，就是台北有感觉。然后哈，明明就很有感觉，超怪的欸，还是因为我们太没有一点没有啊，一点没有地震，没有。可是没有地震没有显示一点有，不是，只要有地震的话，台湾的地震表一定会有，只是台北有没有感觉是一回事，可是它没有的话就代表没有。11点有啊，嗯，一点那应该没有，因为它没有显示。可是很晃欸，我一直觉得，欸，怎么在晃？但我想说，是我头晕吗？对，我每次都是我头晕吗？可是我坐着欸，然后坐着怎么会头晕？然后我说那应该是地震吧。可是台北的地震是无感地震欸，可是明明就很大声啊，明明就很晃啊，然后可是它显示台北是没有感觉的。可是我太敏感，就是，那一定还是会显示啊，就代表台北是有感觉的啊，不可能没有啊。然后会觉得很奇怪，因为至少会有一嘛，一或二，然后完全没有显示，就很奇怪。一家的声音为什么一直叫？因为他们在吃咖喱，他们在吃法法煮的咖喱。阳光可以开粉丝团，可我要开别人粉丝团才用到阳光吧？你为什么打算你今天吃咖啡？可是人家是吃咖喱，但是你打咖啡，家门还有粉丝团，谢谢 Blue 的水晶鞋，家是自己的，对啊，黑执事很久嘞，还是我的童年呢，可是我后面都没怎么看。哦，我后来就有翻漫画，看了一下漫画。祖祖经常去抢阳光开成员的粉丝，真的假的？好好笑哦！哦，为什么祖祖没有加我的粉丝团？硬要。啊，对。社交馆，高雄社交馆有场次。看到我很多朋友都有去，因为他们都是高雄那边的，毕竟我以前在高雄读书，所以我认识他们都是高雄人。看老沙，艾思涵，嗯，对啊，我知道，我有看到。
他那个装饰，那个无限列车的装饰很好看耶，他好想回去哦，可恶！他好想回去高雄玩哦，可恶！所以我今天本来想说，我要不要来，要不要来冲一下高雄？然后算了，像神经病，就冲过去，然后冲回来，就太累了，然后算了。如果有连两天的话，我应该就会去。可是没办法，连两天的话就不去了。因为我不喜欢一天来回的那种感觉。嗯，我觉得玩游戏的时候可以一心多用。无感，真的有朋友出脚，我也是。好想回去找他们玩哦，好难过哦，超想他们的。然后因为我的亲友大部分都是高雄人，所以我在台北基本上没有什么认识的亲友，就是有点孤单。会有室友，可是就是大家比较忙，就没有什么时间约出来。那也不好约，因为本身他们也不算是台北人，就是可能只是离台北比较近的北部的人。那就是前阵子认识的一些朋友之类的。但其实我在台北好像也没什么认识的，就是玩 cosplay 的人，因为大部分北部的不太会去南部，所以我认识北部的 cos 很少。不然就是都不怎么熟，就是只是。FB 上有好友之类的，可是也不怎么会聊天，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就是已经有自己的圈子了，所以就不太会再去找新的人，除非就是刚好有合作啊什么的。昨天在高铁上，高楼比较有感觉，对啊，不是你们云林什么？可能你们是云林跟嘉义的人吧。也不是啊，就是我比较敏感，我对地震还蛮敏感的。而且每次都是我有感觉，然后可是宿舍人都没有感觉，我就想说，是我头晕吗？然后结果不是真的地震，然后可是他们其他人都没有感觉，他们说有地震吗？超好笑。等一下，发现我不小心掉了一个皮，地震吓我下门开门，可是没有很大，它就是有点，就是轻微的叫摇晃。我觉得台南比较可怕，因为台南不是好几次哎，一天，然后一天内超多次哎。可是我觉得，可是这样本来是好事，因为我觉得，如果他不那个释放一些能量的话，以后会有更大的。所以我觉得，至少就是他有一直在释放能量的话，以后就是如果地震的话，才不会那么的严重。那如果他累积太多，然后一次爆发的话，会很可怕。阿曼都没感觉。比气象局高吧，应该比气象局高很多。法式咖喱是什么？你说咖啡吗？咖啡，法式咖喱，早上吗？没有啊，没有吧？现在我是这种不知道。半夜的话，我是没有感觉到，有时候有，是因为我还醒着，然后大家在睡觉。不知道有些是早上嘛，对啊，最新的就是那一次11:05的那一次，3分跟5分都有一次，是有一点算大嘛，中等的啦，中等的地震就是4级的话，所以我说怎么可能台北没有感觉，应该还是有一点点感觉，可是没有那么的大，没有想象中的晃，可是就是它就这样摇。就是它就是现在我这个弧度在摇的感觉，
所以你就觉得好像你在头晕，可是其实不是。然后我在怀疑，然后是我在头晕吗？可是我这么晃，应该也不是头晕吧？我要打了咖啡，对啊，你打咖啡超好笑。我说说，你今天也吃咖啡？咖啡。CSK 跟着花枝精出来，只是出来打球，出来打架不是、啊？我会打输他，他太高了。嗨，红包大到，好好哦！我想去抢人家红包，可是我抢不到，手速太差，高铁太贵啦、啊！我为什么要为了花，我为什么要为了就是那个尝试，然后花2000块的高铁回高雄？才不要，好贵哦，疯了！嗨，微如，5年高雄人，真的，当了我也是当了4年半。这没笑的，还不一样，那个不认得我好不好？烦死了！什么那个影片到底谁放的？有病！我还在那困惑，然后奇怪了，那为什么会有人知道我是文藻的？不是重点，就是怎么他会知道我是 AKB 的？这好像才是重点，知道吗？哈，这他怎么会知道我是 AKB 的嘞？我问号问号，因为我也觉得我。就是跟我很亲近的大学的朋友知道而已，就是其他朋友应该都不知道，奇怪他们怎么知道的，你知道吗？我很困惑。那我很好奇，到底是谁去找那个资料的，你知道吗？因为也不会，你不会无缘无故都知道说，哦，哪一个校友其实是某某某艺人之类的，因为这样很难，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就是全台湾都知道的那种程度，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很好奇，然后到底是谁挖出来的，然后怎么那么厉害，有办法把我挖出来？我就是一个，默默无名的人，你知道吗？我说他为什么可以把我的事情挖出来，蛮厉害的、啊。我比较好奇是谁给他们资讯的，我觉得他们就算自己找，应该也不一定找得到吧。到底是什么啊？好好奇啊！我怎么找不到那块拼图嘞？它那个形状明明就很不一样，是不是找不到？是什么啊？蝴蝶结吗？为什么就长这样？是哪里啊？红红的、欸，红红的，不是这个吗？大蝴蝶结上面的、喔，好像是上面的、欸。都有工作吧，你叫通勤，太古早问，大家都没想到很花我是仔仔，当然，因为就一天就是很想那个去玩玩，因为很久没回去了，哎，3年嘞，第4年嘞，4年了我完全没回去，哎，天哪，好久。嗯，为什么我找不到那块拼图？好奇怪！他是失踪了是不是？我的拼图失踪了？他不是上面那个吧？很像，哎，还真的呢，也还在上面，喷到上面去了。那你有些。不是上面的、啊，台南的次数比较多，对啊，好多、哦，最近超多次的。
都在乱认，好难哦。原来没有固有技能，什么固有技能？头晕吗？为什么是鲶鱼啊？鲶鱼会头晕吗？什么基隆没有啊？现在还有基隆吗？基隆女仆店还有、啊，不是已经关了？我不知道，现在还开着吗？看一下，因为我知道西门有嘛，西门是快闪的，那我以为。基隆的已经关了耶，因为好像因为毕竟他们地点很远，就有点不太方便，所以我自己也没有去过那一家。害我以为他关了，因为我觉得太远了，好麻烦。这是我自己蛮想去，可是因为太远了，就有点懒得去，所以我就有去西门的那一间。啊，好可爱哦！这个打脸，不知道。基隆的我好像没有什么认识，看起来都是没有印象的。嗯，但是我刚刚有一个我蛮喜欢，可是好像应该不是女，就是它有点像是那种。嗯，怎么讲？就有点像类似那种有活动然后才会出血那种，那什么来着？驻，有点像驻唱类那种感觉。我嗯，但我看到一个蛮喜欢的，可是他好像不是里面的女仆。我喜欢那种可爱，可是看起来脸又很精致的那种脸，就很怪。喜欢那种脸很精致，然后可是又很可爱，然后又很美那种。因为自己长得太丑，因为我长得太丑，所以我喜欢那种脸很精致的那种。这个蛮可爱的。哎，哪里？九月哦，九月嘛。九月日文名到底怎么念啊？有点好奇。啊，我看到了，看到马里花了。他有时候会，他有时候会去店里，就是当一日店长之类的。啊，好想去，好想看他哦。虽然我之前就是有跟他，哎，我那时候跟他工作过吗？好像没有，那时候好像毕业，忘记了。到底是毕业还是没毕业，忘了。哎，好像还没，好像还没。那时候有去过一店帮忙过，然后我。忘记我到底有没有跟他共事，可是因为他本来就是也不是那种会一直聊天，就是他也是比较近，有点近一点那种人，而且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很熟，然后可是我就觉得啊，天啊，好漂亮，好真，好像啊，不是、啊，就是马上变成一个痴迷，真的，我觉得他超好看的，我很喜欢茉莉花，他好看，就是很漂亮。所以我自己也蛮喜欢他那个类型，不，你刚一直放在那里，你知道吗？可恶，奇怪，这个是哪里拼图啊？看不太出来。嗯，是哪里啊？可是有咖啡色的。嗯，不是这里哦。嗯，这里吗？有。嗯，那有绿色的地方只剩下这里了，那该不是这个吧？对啊，好烦的拼图哦，嗯，烦死我了，为什么拼不上去啊？看你是这个啊，哎，明明就这个，好奇怪，刚刚怎么拼不上去？被文藻老师买掉，我觉得应该不是、欸，因为文藻老师知道我信的应该也就是那个日本的那个老师，因为日本那个老师就是。跟我还有联系，就偶尔他会跟就是原本，我的学长姐算学长姐吧，对，学长姐跟认识的跟同届的，就是同学有联系，然后我就会，就我们有共同的群组，然后我们就会聊天这样，所以就是目前我应该只有那个老师知道我是就是 AKB 的，
应该要做明妹好吗？没有比较，我没有最正，抱歉。文藻超多正妹的，真的，就是大部分都蛮正的，而且因为很多混血，因为里面有很多外国人嘛，还有就是交换生什么的，所以文藻有很多正妹是真的。可是类型也不太都不太一样，就是日系的偏少一点，因为日系真的只有日文系的人比较能看到比较日系的妹子，但大部分都是偏欧美或者是韩系之类的。然后跟日本人的话就很明显，就是日本人真的很明显，我觉得日本很好分辨，因为日本的气息跟我们的台湾人的气息完全不一样。一直推荐知名粉丝给我加好友，什么鬼？真的假好笑。那节目不是之前有主播？什么主播？哪一个节目？应该不是吧？我很低调，因为没有，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没什么啊，就真的没有什么，就是就，这也没有很出名什么的，因为就是也没什么啊，就是大学生就是大学，就比较没有，不太会像什么高中生啊，或者什么。就是那种迷妹的那种心态什么，不太会有那种东西。可是大学就还蛮正常吧，就很普通。嗯，我知道这有接椅子。嗯，这有接椅子，那是这里的吧？嗯。嗯，不对啊，这怎么边边的？怎么长得那么奇怪？这里吗？对啊，嗯，おかしい。嗯，好难啊，这是哪里啊？好像不是椅子，应该是椅子啊。好困扰哦，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可恶，看见就不是。为什么会有咖啡色的地方啊？奇怪，还有谁有咖啡色？没有啦，那么奇怪。深吗？唉，好难哦！快闪结束了，结束了，真的假的？好快哦！还好我有去一次，快笑死！所以他那个应该就是租短期的店面吧？好快哦，结束了，还好我有去过一次。可是基隆真的好远哦，在想他们为什么不搬到西门就好了？因为西门很近啊，而且交通比较方便。基隆的话就是真的有点，不知道怎么去。就有点麻烦，所以我自己也没有去过基隆那一间。基隆到底是开在哪里啊？其实我也好奇，是哪里啊？哦，它是不是在那个基隆河那附近啊？基隆市，看一下哦。哦，庙口那附近耶，那好像也还好，因为搭公车的话会到。哦，哎，那我之前去的时候没有发现它耶。因为我朋友住基隆，我有时候会去找他们玩。他说：“其实还蛮近的啦，因为就在那个市场，就是离市场没有很远，所以好像也还好。”法法笑声，法法声一直都很豪迈啊。来去的也很快，对啊，正常。背景的招牌笑声，在上班跟假日有时候要坐快两小时，对啊，这有点久。有要厨子吗？有啊，有还有出现，那也是就是在里面就是帮忙，只是他应该没有认出我来，因为我太离了很久，而且那时候。没有做很久，所以他应该也认不太出来。
鲶鱼会感知地震，真的假的？好厉害哦！真的假的？很酷哎！选备方式，我都这样，我很无聊，我就看，我很喜欢看可爱女仆，我就那个变态，我真的很变态，就是女仆店真的是为了看女仆。但是还要聊天啊，因为就是会聊比较就是动画的东西什么的。那脸很精致，没有脸是画出来的，硬要取消了，是哦。大 B C 真的，你们可以去，可以去基隆的、啊，虽然有点小远，可是至少好像没有那么的不方便，因为它就在庙口那附近而已，好像也还好，因为搭公车会到，就是从台北搭那个公车过去的话，一定会经过庙口，然后再走路过去的话，其实也还好。臭豆腐单条就可以分辨，笑死，不一定好不好？因为会吃豆腐的臭豆腐的日本人，真的，就待在台湾很久的日本人的话，好像通常有些日本人就不会排斥，就他们不会排斥吃臭豆腐，就好像有些真的会喜欢上臭豆腐，还蛮厉害的，就很厉害。以前大学是边缘，对啊，我以前大学很边缘，就是因为我大学之后就是也不是那种什么交际花，你知道吗？就是默默的在。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而已，而且我那时候跟 cos 圈的人比较亲近，可是因为 cos 圈的很多都不是，就是很多都不是我们学校的人啊，所以就是我只会跟就是我自己的圈子的人联络，所以就是学校的话就是普通，因为学校其实也不是，我大学的时候也不是什么每天都会化浓妆上课啊之类，打扮漂亮什么，就是我只是穿着是很就是我自己的 style， 可是我不太会就是每天都化很就是很精致的妆上课，因为很麻烦，所以我就是也没有到什么那种什么很有名啊，然后每天被人家告白那种，没有，抱歉。我大学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就没有什么太多有趣的事情，就蛮普通的吧，因为我不是那种什么超级正妹什么的，而且我们学校不缺正妹，我们学校正妹真的太多了。那比我正的真的是一大个，我们其实我们班上的女生也都不差，就是也都蛮好看，就是大部分也都蛮好看的。可是她跟我们就是他们跟我类型差太多，所以我跟他们就是没什么互动。因为我有我自己的圈子，然后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圈子，所以就是因为其实大学本来就是那种小圈圈啊，很严重的那种。来租金问题也是啦，没有被认出来。对啊，我知道，我不知道是谁打出来，可是我觉得应该是粉丝弄的，我觉得应该是很久之前的粉丝弄的，他们应该就是有帮我特别在文藻的那个书面上标注吧，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笑的。我不是什么有名人士，抱歉，我也不是什么大正妹，不好意思让大家失望了，很好笑啊，每次看到我那个名字在上面就觉得很好笑。我觉得应该是粉丝写的啦，没有啊，没有那种随便送纸笔的习惯，也没有，好像大部分人还是不知道吧，因为他们就觉得哦，就只是一个默默无名的艺人，看起来只有两个月哦，是哦，难怪粉丝没有啊，因为那时候没有粉丝。又不是每个去阅读的都是粉丝，怎么可能那么刚好去阅读的人都认识我？没有好吗？因为有些人单纯的吃粉丝吃女仆店的，但是不会吃偶像，
对，就是很多都这种，而且不然就是他们也不吃我们的，就是他们很多是吃地下偶像吧，可是就是我们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关注吧，很多只有吃地偶啊，不然就是女仆店而已。魔法兔子、啊，我们这版就是语文学校，对，他版就是语文学校啊。对，可是我觉得那一定是别人标注的、啊，维基百科不都是一般人普通人在弄的东西吗？这个我也没去过。什么是 TOYPLA？他是谁啊？没有哎、欸，因为我那边的人我都不认识，那边的女仆我都不认识啊，所以我就是只是刚好就是带我朋友一起去，因为他们没有去过女仆店，就是他们已经好奇，因为是女生，然后他们就是女生通常会去女仆店买就蛮少，然后他们也不是我这个圈子的。然后你说，哎、欸，他们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好奇，我就带他们一起去。英国好多波特，那、啊、女仆才是重点嘛。哦，新物嘛，就还好哎、欸。那一间的话，去真的有点懒的，对，就是那有点远。三串我也有点想去看看。KV 的话是哪一间啊？不知道。他夜景都搭古方，哦，都直接搭客运，就是。去那边的客人，前面想去女花心，他又不敢自己去。我记得他们好像有去过吧，还是不去啊？忘记了。他不敢去，我可以陪他一起去啊。我超去找，妹子的。我去只是为了看妹子。去 KTV 的是啊，旋律我也蛮想去的。啊，因为之前有一个朋友是在那边工作，可是他已经离职了，所以现在去应该也看不到他。怎么看都是椅子吧？想一想。是这里的，好像不是，哦，是这里的。那是什么？像衣服。绿绿的包装纸，哪里的、啊？绿绿的包装，包装纸哪里啊？上面吗？哦，帽子的彩带，很多 cos 也是日文系的吧？嗯，没有，不一定，就是其实还好，不一定是 cos 就一定会去日文系，对。很多都是什么服装设计，不然就是其他领域科，但也有那种一般高中之类的，就是还蛮多的，都有吧。不一定日文系就一定会是 coser， 就是尤其是现在的趋势，其实不是都是喜欢日文然后才去读日文的人很多，就他们单纯只是当跳板而已。对，就是不一定要喜欢才要读，就是现在很多这种的、啊。我们班上就是很多这种，就是他们本身没有对日文没有什么兴趣。嗯，吓死我！好像去女仆店只有饮料外带，饮料外带很好笑哎。社团嘛，社团没什么哎，我都不怎么喜欢参加社团。因为就是没兴趣，我就参加过一次 cosplay 社，然后后来就没有了，因为就是大部分都是
自己学的东西。那因为大学我比较喜欢有一点多一点自己的空间吧，所以我后来就没有不怎么参加社团，我是那种大学不参加社团，然后只做自己的事情那种。女生很多废话，文藻女生超多的啊，因为通常文科都是女生居多。电波对不到，电波对不到，也不是，就是真的没什么，因为兴趣差很多，然后就也没什么好讲的。嗨，明晶。40个有7个，对啊，很正常。就是大学通常就是只跟自己合得来的人在一起，就这样。没有，是真的没什么啊，因为我又不是那种超大正面，又不是那种什么腿长身材很好那种。大部分他们嘛都只喜欢那种就是腿长、身体很长、看起来很漂亮、很正的那种类型女生而已。就其他的对他们来说不是正妹啊，就本来就不属于正妹类型的女生，好吗？我很丑，抱歉，我不正，但是只有你们觉得，但是普通人不会觉得，大部分人都不会觉得我是正妹啊，因为我以他们的定义来说，我不是正妹，抱歉。是，毕竟我本来就不属于那种什么很漂亮、很正、很漂亮那种名模什么型类型的女生，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说，我也不算正妹。听不起来。牛排说是月宵，哦，对啊，月宵的还蛮多的啊。没有，是吃我的晚餐，我只是把晚餐吃到现在而已。哦，キラバセオ，还蛮多人不是蛮想去的吗？キラバセオ。没有很熟啊，他们的话真的没有很熟。谢谢天空多丽晚上石头。那跳板已经有历史系的，历史系。虽然有些会直接自己做衣服啊，还蛮多 coser 都会自己做衣服的，因为比较省钱。而且做起来也比较合身，就是毕竟外面弄的不一定是很合的。要和自己的精神要社团吧，我是回家社，耶、yeah! ！真的我是回家社，就是回家做自己的事情，通常都是弄 coser 的东西啦比较多，因为那种东西自己回家就可以弄啦，所以也不一定要去社团什么的。然后而且我比较喜欢就是自己做自己的事情，所以我通常
就也不太会，就是不太会花时间在社团上面。九九咳嗽游戏是什么？好笑。团长大人你来，对啊，对啊，波乐波乐都比较就是他自己可以回得了家，就比较随性一点。波乐，你那 A P P 什么的照片，浪什么浪 A P P 的照片，比脸书的照片好看多，笑死。嗨，芳芳，觉得我需要上方要看我自己，什么鬼？这真的很普通啊，大家都觉得我很正，大家每次都说我是正妹，然后我就不是正妹的类型啊，你知道吗？就是好，你可以觉得我是好看的类型，可是就是你要说我是正妹的类型就不是啊，我就真的不是正妹的类型啊，就顶多只能说好，我还勉强能看，勉强，就是我还算是可以看的那一种类型，可是就不是正妹型啊。就是真的就觉得很普通，就没有长得很漂亮。那长得比我漂亮的人多的是，就是就我就觉得没有啊，就长那样啊，很普通。对啊，这个东西主动，这个时候主动心。那我的新 T 恤很可爱，它很符合我的心声。我每天的心声就是这样，这是我每天的心声，吃饭然后喝饮料的心声。然后看影片的行程也怎样，选择困难。非常可爱，我还要买另外一件 T 恤，它两件比较便宜，才500多。然后这也是就是另外一套呢，比较黑暗一点。另外一套是黑色，然后那边是写行呢，就是有点比较黑暗风格的 T 恤。然后他们是写行呢，日文的，我就觉得，咦，新衣服真的好好看。需要是两点一直线的样，简称海鸥色，海鸥色。嗨嗨，晚安！记得有服装的同学赶出脚，赶快被烫，也太可怕了吧。Hello， 什么是头份微秀？头份微秀在哪呀？头份是哪？总听起来很偏僻。那一勇语这就是自己买布，好厉害哦！那也蛮厉害的呀，对，如果找得到图案的羽织比较方便、啊，没有的话就要自己弄，就比较麻烦。大学过得很饿的，就大学就是长那样啊，大学真的就是不知道干嘛。大学很多时候都是不知道，真的就是不知道在干嘛。哦，塞不下。好怪哦，这到底是谁的手啊？现在分不出来谁是谁的手，完了。奇怪，怎么会有两个塞巴斯蒋的手的感觉？塞巴斯蒋两只手是没错，他有一个是托着盘子的，哦，这是托盘的手。啊天啊，太多了，有点乱七八糟的拼图。拼不上去，为什么呀？怎么不是这样吧？嗯？少东西哦。
赢在平均值上上下没有好吗？就是一般而已，就是平均值的上面一点点而已，没有什么上上上。我不是那种，我不是那种人。背后有图案吗？没有，白的。特展有机车驾照啊，对啊，所以他可以自己骑机车，超方便的。虽然我也有，可是我的机车很机车就是很普通的机车，很好笑。是哪里的拼图？长得太奇怪了吧。哦，是这里吗？拼不起来，可以。已经开始在乱拼了。小孩在做选择。医院鞋不是小孩做选择，没有那种衣服啊，太好笑了吧？为什么是海阔鱼？你什么？你要是天秤座吗？没有，是水瓶座。我不是天秤座的。啊，好难哦！我在苗栗，哇，这么真的假的呀？你真的有点偏僻呢。好辛苦哦，苗栗人员小偏僻。好难哦。黑色里面是东西君吗？不是，就是没有东西，没有东西的。东西是在说啥？我这就是在乱拼的状态。你那的话太常买了吧？还好吧？今天就没买啊，因为没出门，因为没出门，所以没买。真，直接关掉了，太久了。很伟，真的假的？哇，不愧是鬼灭，连云林都有上。因为我以为园林不会上，因为毕竟太小，就是它毕竟是个动画的电影，所以就是园林不一定会上，就是、很看状况。
不一，怎么看都一样。呀，哎呀，还真的拼起来了。还真的耶，哇哦，我好厉害！可是乱拼就可以把朋友拼起来。啊呜，啊，这好像不是你。好像不是。会不会是这里？看起来像，好像不是。觉得这里很普通，很正常。可是出道就一定要浓妆艳抹啊，因为不化妆人家就会觉得你丑，不是这样吗？而且你什么上节目表演什么的，怎么很不化妆，不化妆就会很丑，就会看起来没气色，很普通。机车什么是超热通机车？那不是啊，就是普通的小绵羊。我只会骑小绵羊。看来这一瓶用你20-300块出来没差，反正我不开车。嗨呱呱，我觉得我才是那个三宝。不会啊，我不什么，他算正妹吧？如果以类型来说的话。男人这么不用练习，对啊，好累哦，一点也不想练。夏天你不出门，你要考虑开火了。我今天就开火了。今年上映的电影太少了，不会啊，还好吧。其实也没有到很少啦，就只是觉得有一些电影就是不需要到电影院看啊。就是有些电影还好，就觉得没有必要到电影院看。全是心这么大到倒的，对啊。可是我觉得他可能考原本就考虑要关了吧，我觉得。有人画的太夸张了。今天才有就是说鬼片有人大爆满，对啊，超厉害的。他已经成功的吧。Why？你为什么要杀我的马修？Hello。
为什么凭什么杀我的马修？买饭的话都要一两个钟头，好厉害哦！他们已经成功的把日本的经济带起来了，不愧是鬼灭战。恭喜他们，他们用了一部电影撑起了日本的经济，这很浮夸哎，厉害！嗨，雷克啊，你知道加强你的机车刹车？没关系，你就不要跟他贴太近不就好了。就自己骑自己的、啊，不要理他们，可以慢慢骑。像我都很讨厌那种硬要超车的，就不知道在想什么。就是这种明明就很窄，然后还硬要超车，你就让他超啊，反正到时候他自己被撞死，他家的事情。日本还要直接分成两区，那也蛮厉害的。我觉得很需要，因为真的太多人了，鬼灭的人太多了，就不要骑太快啊。嗨，毛良，如果补完，我就会去电影院看鬼灭吧。啊，你还没有补完啊？九六电影院倒了，它不是只是先关而已嘛？就是它也不是就是直接倒掉了，是吗？我是听说是这样，就他只是先贴了一个暂停营业而已，不是吗？暂停营业应该不算倒掉了吧？就只是没生意，所以他就先关了。对啊，巧克力爆米花，我超想吃巧克力爆米花。可是新开的那间好像有哎、欸，就是那个什么新开，那是新开的那间吗？那好像也不是新开，就是另外一间，叫什么、啊？忘记了什么印什么印，还是印八九吗？哎，他怎么来着？我忘记那间店的名字了。有啊，现在还是有二人电影院。我都像我比较常去看的是那个，那是哪里啊？临江夜市那附近，只是最近很少去，以前蛮常去看的。一心多用，因为以前去的话就是你可以花很少钱，可是我通常都会看两部，就一天看两部这样，我觉得还蛮划算的。超好看，难不成那间关了吗？应该还有吧，临江夜市那间应该还在吧。我是不知道他在不在，因为我已经很久没去看了。漫威上片大概就是这种盛况吧。你觉得应该还好？嗨，超哥，漫威就是都差不多吧，我觉得。闷太久了，对啊。而且日本已经很久没有开放了，所以我觉得很正常。四 D 超开心，好想要去哦。对、啊，一定有四 D 差了。所以我应该也会去看四 D 叉，我觉得那种打斗类的，就是要看四 D 叉才爽啊，这样看四 D 叉才过瘾，你知道吗？就是我很喜欢打斗类，一定要看四 D 叉，因为看就是四 D 叉比较过瘾。对啊，很讨厌，而且他是卡车，他有病吧？超生气，他想要早点投胎也不是这样子的吧？就很奇怪，那些人明就自己赶时间，然后要拖别人下水，很讨厌。就觉得，哎，你想要早点死，也不要拉别人下水吧。你真的谈那种硬要超车，那时候是已经急到想要投胎的地步了吗？不要吧，先不要，很危险。现在还有二人吧？对啊，应该还是有。我像我其实很常去看二轮，因为其实有些影片，就是有些电影我很想看，可是我又觉得，就你知道，就是花那个钱去看又觉得有点太浪费，所以我通常都会直接去二轮片，就是我通常都会去看二轮电影，就是至少也比较划算，然后就不必花很多钱，可以看就是很多电影，我觉得挺好的，所以我个人还蛮喜欢去看二轮电影的。真的超好，超好，超级超级无敌省钱。什么？那是什么东西？只要去维修，通常一定都是去维修啊，因为只有比较动画电影几乎都是觉得维修，但是也不一定。如果其他电影院有的话，我也会去其他电影院，就是那个什么喜满客之类的，因为比较近。但我通常都是去维修啦，但是因为维修很贵啊，所以如果没有必要，我也不会去维修。
三宝无极限。嗨德提，嗨嗨晚安。遇到连接车在我们转弯的时候停在左脚死角，这没办法啦。我跟你讲，遇到连接车就不要靠太近，你就站在后面也没差。我最不喜欢遇到那种大卡车，所以我都不会跟在大卡车旁边，因为太危险。他连把他的脚都脱下来。Hello， 嗨晴哥哥，大座都有吧？对啊，但是就很贵啊。就是如果不去看，就是如果就有那种动画，因为有些动画电影就是基本上一般的厅、一般的小电影院就不太会有，但是微秀一定会有，可是就是微秀比较贵啦。但我通常都会去微秀看，因为毕竟就是场次也比较多，因为有时候小的电影院就是场次太少，然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就不知道怎么排那个时间。我想想啊，好了，第二轮改版，就是想去看第二轮什么改版？哦，无限之战吗？哦，对，但是我后来没有去看，因为没什么时间。北车微秀包场的哦，对啊，还蛮多的。就是他有些像就是看那种动画片的就很常，就是一群人一群仔仔自己包场，因为就是毕竟看的人可能只有就是那个圈子，所以他们就会自己包场，然后自己一群人去看。就是那种的话就很容易遇到 coser， 就是他们会直接 cosplay 去看电影。房间好嗨哦，爸妈聊什么？我听到了很嗨的声音。好难哦，不能。Eva 吗？不知道，应该不需要吧？我觉得，因为包场的话，一定要全部人满的话比较划算，不然很麻烦。写这写到嗨，没有，应该是法法他们在嗨。啊，好讨厌啊！在看鬼面的时候，同学有小孩，应该是不太会有啦。因为毕竟鬼面它是需要家长陪同看的，小孩子是不太能自己去看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还好。因为它毕竟有一些比较血腥的成分，所以它是不太能，就是小孩子不能自己去看那一出的，那应该会有那个，应该需要家长陪同。除非会有那种可能满16岁或者是比较大一点的小孩是不用陪同的以外吧，但是那一出的话，太小的小孩是绝对不能自己去看的、啊，因为那个有点血腥哎、欸，所以我觉得小孩子不太可能自己去看。到底对啊，对啊，所以不可能有小孩啊，就是有小孩也是家长要陪同的。那一出呢太比较血腥，所以不太可能小孩子自己去看。讨论吗？可是就一定会有人讨论啊，就是没差吧？我觉得，反正他们也都是看完再讨论之类的，一定的啊。可是至少不会在电影院里面乱吵的话，我觉得比较好。我也不喜欢那种在电影院里面大吼大叫，
或者是就是比较吵的那种小孩，就是我也不喜欢。反正所以应该还好，因为那一出一定要有家长陪同才能看。捏子口，这也不是吧？就是跟风啊。那一出其实跟风的人很多，然后到最后就是又很喜欢在那里嘴说什么，就是不怎么样啊之类的，那种人蛮多的，或是很多跟风的吧，是跟风的居多吧。贺祖武惨叫他闭嘴，他会哭，也吓到哭这样。对啊，进阶卷也是跟风的很多啦，但我像我的话，我就没查，因为我觉得没有很吸引我，通常也不会去看。有一次那个真人版真的是太可怕，我真的不能接受，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很不喜欢那种很科幻的电影，然后可是做成真人版，而且因为毕竟那个比较难吧，因为它的那个很多就是动作啊之类的还蛮难的，需要很多特效，所以我不喜欢真人版的剧场版，就是科幻的话我就不太爱看真人版，因为我觉得很怪，真的很怪。可是像我有看过真人版，然后很猎奇的，应该是《Guns》，因为那一部其实还是偏就是正常一点点，就是除了他们的武器啊跟那些怪物需要用特效以外，可是他们不会像就是巨人那么的需要太大量的特效或者是钢线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就是《Guns》好像没有那么的浮夸，就是他虽然说特效也蛮多，就是需要很多后置什么的。钢丝的话就是比较猎奇一点，加血腥，钢丝还蛮血腥的。钢丝也是一个小孩子不太能看的一部电影，舞台剧倒是蛮多的。哦，对，舞台剧很多，魔脸居然蛮看起来也很疯，笑死！真的，所以我自己也没有很。我没有一定都会去看动画电影什么，就是我一定要有兴趣我才会去看。像《植物人》也是，我觉得哦可以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因为它的题材我自己也蛮喜欢的。因为我有补完了动画，然后再去看剧场版，因为实际好像比较才能看懂。不补动画去看的话，其实说真的有点看不太懂。那不有正常嘛？那不很可怕？杠子对杠子很恶心，他就是猎奇啊，然后又恶心又很血腥，可是我超爱，因为我很喜欢那种很猎奇的，是一个很奇怪，我是一个奇葩，我喜欢那种很奇怪的电影，太猎奇了。钢炼的话，我自己也没有看真人版啦，但那一出好像就还好像还好一点。银狐好像也还好，应该他鸣鸟不飞，当然有啊，怎么可能没有？这是 BL 哎、欸，所以我有点后悔，我只看了一次，是原本还想去看，可是一直没时间。法法我去看第二次，因为每次跟法法去看的，很好看，超爱，但就是真的没什么时间，然后那时候没什么钱，所以我就想说，哎，不要看那么多次好了。但他如果有出那个。DVD 我应该会收，其实他应该有出啦，只是我可能没有去特别去查，但是我不知道、欸、还是他没出，我就应该，我记得好像有应该会出，但是我不知道他出了没。来看一下，好像有哎、欸，好像有出，哦有，他有出的样子。是 BD 的蓝光 BD 的，是我应该会想收，只是我现在目前没有，我还没有买就是。但其实如果哎、欸、有要出、欸，好好笑，而且他送了很多东西，他有限定跟通常版。那时候我没有很特别的关注他有没有出 DVD 啦，因
因为那时候其实也没什么钱，所以我就没有特别想，就是特别想说要不要买。可是我觉得我应该会买，但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买就是。安利美特的话有卖，只是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卖，因为它有点久了，它好像刚出完没多久就有 DVD 了的样子。现在看虾皮的。对啊，它九月份的时候就有，因为一阵子了。蓝光的 ，BD 的，嗯，我觉得很好看，其实是我自己蛮想收的，因为它里面会有角色集，然后之类的，好像是，嗯，就这应该是每个人都有的嘛，忘记了，应该是每个都有的吧，那送蛮多东西的，就是有角色集跟电影册跟什么光碟盒。这我觉得还可以，而且没有到很贵。它这个价钱其实送了蛮多东西的，因为正常的 BD 应该就是很贵，可是也不太会送什么东西。可能是因为 BL 有关系吧，就是 BL 的，毕竟会买的人真的就是只有我们这种腐女的人才会买。很便宜耶，才不到1000块，就1000左右，1000就可以，就是就可以买完，就可以买的那个。所以就还可以，而且里面附超多东西的啦，很好笑。还有附角色的那个人物电影册，还有光碟盒跟什么精美五面盒，什么是五面盒？其实这个我就是应该就是外壳而已吧，外面的盒跟蓝光片，很划算哎，其实这样才1000块，觉得很便宜。那我应该会收这，我应该会收这一片。可是我很好奇他到底会不会出第二集，因为毕竟他漫画还没有画完，就是画在一个很虐的点，很讨厌的点，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继续画。伊藤润二嘛，我也蛮想看他的真人版到底会变怎样，感觉很可怕。为什么今天的热度那么高，好奇怪哦！我一直在看我今天的热度，他是不是坏掉了？他今天的热度也太高了吧？问号问号。然后我什么都没做，为什么今天热度这么高啊？好奇怪，好好笑、哦。伊藤润二把它当喜剧，他有些也蛮恶心的、啊，就那个里面的一些画面恶心。你们看《刻在你心里》，我也在想要不要看呢、欸。其实我蛮想看那一出的，可是我不知道，我可能问看看那个，我可能问看看爸爸要不要陪我去看吧。对，我自己有点想看那一出，就是蛮好奇他做起来那个感觉什么。的那个内容是什么？安利美特的，对啊，安利美特有卖啊，只是应该还有卖啦。太帮兔太思源，可是如果没有卖的话，还是可以用订的，所以好像没什么差。我会看啊，我真的、啊、我会看。像我之前买那个什么，我买那个蜘蛛人的那个，是反家吗？是李小忘记了，就是那个某一个版的，我就有看啊，我就拿来看了、啊。我会拿来看啊，怎么可能不看？就是收藏，就是那我应该说，就是他能拿来看的东西，我还是会拿来看，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就算是拿来收藏的，但我还是会想要拿来看。他就是要拿来看的啊，买来就是要看的啊，但你就是要看，就是我会把它保存的很好，就是我会很小心，就是不会刮伤它什么的。而且因为其实那种东西是可以卖二手的。就如果你的光碟保存够好，像 CD 也是啊。如果你的 CD 的那个品质就是保持很好的话，其实是可以拿来卖二手的。前提是如果会卖的话啦，但我不知道，通常是拿来收藏比较多。怎么刚刚人气跑四组？对啊，为什么好奇怪哦、喔？现在一脸懵逼，原本不付这些东西卖比较真的，而且是 BO 就真的就。就只有我们这种客群才会买真人版我很想看耶、欸、他不是有一个那个吗，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是一个 男生的那个什么什么美术馆，那个是吧，是恐怖美术馆吗，忘记，好像是。天哪，就也很精彩耶，我自己也蛮想看的，就是觉得感觉很精彩耶，而且很帅，里面的那个男生很帅但这也不是主要看角色，就刚好那个的主男生很帅。
你那时候那 PS4 看的吗？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有时候是直接放那个电脑的，因为懒得切换，就是有时候直接放在电脑里面看，可以找佐助什么鬼？为什么人那么高傲，好奇怪啊！就我也没干嘛，好怪哦。真人版富江哦，我有看过真人版富江啊，你有看过吗？超美的，我很喜欢那一代，就有一代的那个富江超真的超正，就我觉得他真的很有富江的那种感觉。我找一下，他真的超正的，而且他真的是就是那个、欸、就是他有一些那个什么画面是真的会全裸啊什么的，超厉害。我看一下哦、喔，那个富江。哦、不过他后来是真的跑去拍那个，对，就是他后来好像真的跑去拍 AV， 超好笑。他叫做仲春咪舞，就是我觉得他很真的很美艳，他真的是很艳的那类型啊，所以我觉得他演富江真的超好看。他后来跑去当 AV， 超好笑。真的，哎、欸，真的很多人都觉得还原度很高，因为他真的在里面真的是超级超级，就是符合那个富江的那种感觉。他就是一个很美艳，很就是他也是那种就是凤眼，就有点就是吊的那种眼睛，然后加上那一颗痣，然后还有那种笑容，真的超像，超级像，我觉得超喜欢的。可是其实那个什么剧，那个什么漫画里面富江好像脸没有那么的瘦啦，好像就是在应该要再圆一点点，可是我觉得还是很像，就是那种。他的那种给我的那种感觉，觉得好像。我记得还有谁也蛮像的，就是那种感觉。然后之前的还有一个富江是那个金春理惠，他也蛮好看的。然后发型也很像，就是很还原，就是漫画那种感觉。你知道美版有富江吗？可是我很好奇，就是美版的富江。其实我很想仿那个富江的妆容，可是我觉得应该有点难。他的妆太就是太精致了，我觉得有点难复制他的眼妆，因为他眼妆是有点细长，他是这样子，就是我应该会贴，就是需要贴胶带。这你知道，女生眼睛就是有时候会看起来不太一样，就是化妆起来看起来不太一样，是因为有贴胶带。但是我就是把灯拉起来的话，就会变这样。就是我可能就会就是需要贴胶带，因为我的眼睛还是偏圆一点，然后富江的眼睛是这样子，它是有点这样子，然后拉上去的那种眼睛。所以的话，我应该需要小道具，我才把就是画出它那种眼型。可是我觉得应该可以，因为我这样子的话，就是还是应该可以哦、喔。就我应该仿得了，真的超美的。我很喜欢富江的那种感觉，我都很喜欢那种病态的角色，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们从一家初定要结束的时候，也是初清哦，初清就买啊，不是、啊？现在买富江的话是老卵，当然呢、啊。怎么可能？戴手套也太好笑，没有啦，就是会很小心把它放好这样。哎，有更新哦，我最近都没有开 PS4。哦，那你有更新是不是？哦，我不知道我手机有没有更新，可能没有。然后我手机快没电了，因为其实我很好笑，我记错时间了。我应该是前天播的时候应该只有一个小时，可是我开了一个半小时，所以我今天其实应该就开一个小时就可以了。可是我手机也快没电了，所以也差不多要关了。对啊，我超喜欢富江，很好看。美版，这我有点好奇美版到底什么。哦，我知道《Another Monday》我看过啦，它是剧，它是日剧，而且因为歌并是我的 A 妹唱的，怎么可能不看？我的 A 妹女神唱的歌哎、欸，但就是看啊，只是我没有看第二季啊，因为第二季真的有一点，听说就是普通，没有第一季精彩。
所以我也目前为止看了第二集，我目前只看了第一集，第一季。cos 不是讲吗？其实我有想要 cos， 可是我现在想不到到底要，不是想要 cos， 就是我目前有想要出，可是我现在想不到我到底要干嘛，就是我不知道要弄什么，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不恐怖，好像又普通，然后我现在想不出我到底要干嘛，我现在有点烦恼我的万圣节要干嘛，我现在不知道万圣节到底要干嘛，就是我有想说到底要不要弄，可是弄了我就不知道弄什么，我现在就很犹豫要不要用。然后用了又感觉很花钱，所以现在是一个很纠结的状态。真什么？对真人 BL 不会啊，我还是会看，就只是要看好不好看。我还是会看好不好看，就是不一定。啊，开省电模式，所以它现在有点暗。电视解篇，我知道是解篇啊，只是我就不太想。就是我觉得好像也还好，就我觉得好累，而且我已经知道结局是什么了，这是重点。我被人家爆雷，所以我已经知道他那个后面在干嘛了，那种凶。我说算了，是没什么差啦。那会有人问什么猪肉架掉出来，我吓到。什么是猪肉架掉出来？T 恤的大字，选择困难。我不是，我是真的不知道干嘛。哦，加油，青哥加油！被雷的懒看，对啊，看过程嘛，不要好累，我就觉得他的过程好累哦。他那边解谜，然后那边找那么久，真的很累，越看越累。你说到底在干嘛？这样，我都很想问他怎么这么久还没好。哦，这是一个乱拼凑的状态，总是能意外的拼起来。这也不是每次吧，可恶，好难哦。嗯，那你呢？嗯，这什么奇怪的部位啊？看不懂。啊，那么帮那个猪肉架，猪肉架是什么来着？后面的吧？第二季吗？第一季有这个东西吗？第一季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没有，没办法，我手边什么都没有。万圣节有活动吗？没有吧，不知道。看起来是没有了，应该没有吧？反正我们本来一直来都没什么活动，就除了上次发糖果以外，那一次也没有我啊，就是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公司这次有没有要安排吧？如果没有的话，应该也不会有吧？就是有也不会有我啊，对。这是什么潜力小时版？距离23秒68哦。不需要。为什么今天的人气这么高？好奇怪，以前的那个明明就没那么多啊，怪，他是真的坏掉了，我真的觉得他应该坏掉了，硬要。可是今天真的比较多人丢礼物哎、欸，因为之前都是10、10、10左右这样，今天真的比较多哎、欸。之前有没有拍影片？我不知道他们这次会不会，应该还是会啦，就大家应该还是会玩一下，可是就不知道大家到底要用什么这样。我们这次是没有打算。就因为现在好像没有就是没有人在讨论这件事情，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会不会有原谅的活动吧。是哦，这有什么活动吗？今天有什么活动吗？第十是杨雄，谢谢杨雄。那今天的礼物比较多一点点的样子。那4周年哦，是这样、哦，咦，谢谢强生的续费，谢谢，是这样吗？我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活动，
周年活动吗？第九是 CKUNK， 谢谢。哦，这是四周年活动吧？哪路货多？那是真的很奇怪啊，就今天没什么特别的事情，你知道吗？它是坏掉了。对，我这是第一个怀疑，一定是它坏掉，因为每次都是它坏掉。好，第八是阿基拉，谢谢阿基拉。女生呢，昨天帮我们钱包，真的，现在没大家都没钱了，大家不要勉强，好不好？真的很大，真的很觉得大家也会吃土，很严重。我觉得大家还是先不要花太多的，我觉得你们还是要留一点在自己的身上。我爸怕你们没有饭可以吃，有点可怜，好不好？我也怕你们真的没饭吃，好不好？第七是海鸥沙，谢谢海鸥沙。合照会，对啊，真的。第六是帮兔，谢谢帮兔。第五是托毛，谢谢托毛。刚才是附身写真，我还没有放呢，你们最好给我买多一点，不是啊？硬要，我还没有放照片呢，但我应该会放，我应该会放照片跟影片啦，因为我不想要挤在一起放，所以我应该等一下，我应该会发一个影片，然后明天应该会发一个照片，对。影片应该会先发，我等一下应该就会发影片。大家记得去买我的生写真，我的万圣节生写真。虽然我不知道到底长怎样，因为我不知道他照片到底挑什么照片，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长怎样。但是应该不会太丑啦，所以我应该会先放小短片，应该不会太丑啦，不知道，因为我真的没有看到照片，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样，但我觉得应该还好啦。然后我觉得这次的万圣节应该算蛮好看的，没有错。也大家记得给我买，不是啊，强迫大家。第四是甜豆豆里王，谢谢甜豆豆里王。第三是帅帅，谢谢帅帅，谢谢。第二是不入流，谢谢不入流，谢谢不入流。第一是坏家事，谢谢坏家事，谢谢坏家事。谢谢，蛮符合我的，对，因为上半身是我自己的师傅啦，可是就是下半身不是我的，下半身是勾师，对。好啦，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下一次的我觉得应该也不错啦，对，下一次，诶，是下一次吗？还是下一次？忘记了，我还真的忘记了，诶，是下一次还是下一次？下一次是什么？其实我也忘记下一次是什么了，反正我觉得后面其实我觉得都还可以啦，对啊。但是这种服装呢，我觉得看起来比较华丽，还是有差别，看起来还是会比较，就是毕竟会感觉好像，品质比较好一点的感觉。好啦，拜拜，大家晚安。对，应该是明天吧，我也不记得到底是什么时候，应该是明天吧。再来是什么时候嘞？再来是明天晚上也是9点，拜拜，明天晚上9点见。再见。